策论老道，是个人才。恭喜陛下，又得以家世。考生姓名，哪里人士？学生，福建崇安人，姓柳，名三变。柳三变，好熟的名字。黄金榜上，偶失龙头望，人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。 是相公所做吗？学生前科不重，酒后信笔涂鸦，不想竟然擅达成亲。公然把科举取士视为浮名，污蔑科举，诋毁朝廷。学生不敢，大胆狂徒，还敢给太后狡辩？此前的甚好，既然浅斟低唱，又要浮名何用？ 且去填词吧。陛下，皇上接上西填词，还不赶快退下？多谢陛下，臣自今以后即奉旨填词去了。如此狂徒，皇帝为何不惩治？诗词不过小道，即便狂徒。 又与我泱泱大宋何来？10文一幅。6文。9文。7文。9文。8文。5买不吃了。夫人，夫人，8文。王文一。夫人，我在这里。 今天的试粉，这是看什么呢？夫人，我看此处的胭脂不错，我送与你。这胭脂我只用兰亭坊的。<笑>那兰亭坊除了一个柜子，也没什么好的。你懂什么呀？兰亭坊师傅的师傅，当年可是给小周后女婴挑水粉的。那小周后后来好像过得不怎么好。 那跟挑水粉有什么关系啊？那他家的水粉又和夫人有什么关系啊？<笑>你就胡搅蛮缠吧。你把疏狂徒一醉，对酒当歌，强乐还无味呀、啊？不中就不中嘛，相公乐得个风流快活。刘兄，刘兄。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范大人到处找你呢。哟，恭喜包老弟，贺喜包老弟，金榜题名。嗯，侥幸而已。柳兄才是才华横溢，天下闻名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才华横溢，天下闻名，才华横溢，天下闻名。 哈！刘兄，相公，此鸡甚好啊！何以见得？哎，你看，此鸡头冠通红，爪皮炫黄，毛色黑亮，双目炯炯，必是长于野外乱石之中，以蜈蚣、蚂蚁等毒虫为食，啄野草，饮山泉。 与寻常家鸡大为不同，照你这么说，吃了它能成仙？成仙倒不至于，不过强身健体，却强于佳养鸡。<笑>那咱赶紧回去给它炖了吧。啊，要使此鸡，必应配上陈年老酒，哎，才能起到却病延年之功效啊。<笑>绕这么大一圈，你是想喝酒啊？哎呀，望夫人成全。<笑>那好。 你去买酒，我回家炖鸡。多谢夫人。哎，你这郎中银子在此，为何见死不救啊？这癫痫乃是不治之症，还是另请高明吧。不，哎，你这庸医治不好病，哪有什么颜面开医馆？你要今天再治不好柳相公，我们倾城所有的青楼歌姬都不会再来你家店看病。你们怎么这么狠呐？ 这癫痫又不是花柳病，你叫我怎么下单？怎么开药啊？
看病了，让人了。快找人。哎，你这是又是哪位呀？闲人出去。走啊，出去，出去，你们俩出去，出去，出去。还请先生多想办法，大理寺丞范仲淹多谢了。原来是鼎鼎有名的范大人呐！有什么毛病啊？臭小子，我就告诉你，哎，你这厮有毛病啊？怎么的，想占老娘便宜啊？对不起，在下不是有意的。不是有意的，那你什么意思啊？在下眼里，除夫人之外，天下女子皆为血肉皮囊。什么？你骂我是皮囊？哎，你这人怎么？我今天我非要牙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跟人呆子置气？要是刘相公真有什么事儿，那我可怎么办呀？哎呀，你看你那股气儿，咱快另想办法呀！哎呀，敢问，你们相公怎么了？我相公怎么了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在下是郎中。哟，有名儿吗？还可以吧。行，不要，都进来了。看来是有名的老头。都起来。啊！哎，走开。我看看。先生。嘿，你这呆子好不懂事啊，跑到我这儿来敲行是抢生意啊？先生治不了，还让别人来看看吧。就是，在下绝非是来抢生意，只是为救人。在下还有一个癖好，若看到疑难杂症，就心痒难熬，得罪了。我相公怎么样了？酒色过度，不好不好。切过了，脉象毫无指印，看他手足冰凉，肌肤素皙，就是酒后癫痫发作。脉象极弱，牙关紧闭，状若昏死，此乃失觉。失觉？不错，啊，这失觉又称作假死，系原本空虚，骤然受到惊吓，心觉精闪，神由失守所致啊。柳兄殿试时本已高中，皇上令他且去填词，不由得急火攻心。嗯，果然是了，这病根既然已知，郎中可有药方？方子怎么没有？只是我这店里乌犀角断货。乌犀角，那再下去药铺去抓。哎，慢来慢来，要走您便人一起带走。这失觉呀，一炷香之内必死无疑。不必惊慌，陛下可如何是好？针灸。战国时扁鹊曾用针灸说治疗了虢国太子的失觉症呐。先生啊，用针灸治病，令相公起死回生，可是位神医呀！啊！哎呀，救命之恩，不敢言谢，请问恩公尊姓大名，在哪里高就啊？举手之劳，在下王维一，医官院七品医官。游泳，就是那个柳三变。嗯，这还能有假？他再三请我喝酒，我都没去。哎呦，相公，柳泳，人家请你喝酒怎么不去呀？他又未说可以带上夫人，再说还有歌妓。那绝对不能去。嗯，这山珍海味，不如老婆一锅鸡。那天好地好，不如相公人品好。来，娘子，干杯。这是，这可是天下奇人，天下奇人，他是想出风头。又嚼什么舌头呢？啊，院士大人，昨日那王呆子一针下去，
近来使那范世爵的刘勇当即起死回生，您说邪不邪啊？坊间还说天下第一阵的名头早晚要落到王唯一的名下。翰林医官专为大内瞧病，那没机会在宫中行走的，才跑到那坊间露相去显手段嘛。我说也是，是是是，那王呆子怎能与您院士大人相提并论呢？可他偏偏孤芳自赏，处处顶撞大人，处处忤逆。王唯一年届四旬，尚不知进退，真是可怜可悲呀。各位，何事如此好笑啊？啊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传太后皇上口谕，皇后难产，急召太医进宫诊治。臣遵旨。周丽阳殿，你们二人随我去，快去拿我爹些药箱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啊！大人，我与你同往。王唯一啊，你就不用去了。哎呀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多个人多把手，一起去，一起去啊！我这就取药箱。这怎么还不来呀？再去催。是，快点。臣等参见太后陛下。行了行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来这套繁文缛节？快！臣请为皇后诊脉。哎呀，别啰嗦，你快点吧。两位公主生下就先后相继夭折，这下好不容易是个男婴，务必要保住啊！皇后别着急，儿臣还不到二十岁，登基不到五年，祖宗们一定会保佑好。哎呀，皇上不急太监急，老身要抱孙子。皇后怎么样？回陛下，皇后胎位不正，胎儿过大，宫缩无力，皇后不宜用药，臣请用针催产。到底是天下第一针，什么病到相公手上就是一针，那针下何处？回禀太后。敢问陛下，皇后娘娘近日饮食如何？这，皇后近日偏头痛，头晕目眩，饮食俱废。回禀太后，朕赐合谷、三阴交、足三里三穴，可起到收宫引产之奇效。依据何在？臣依据的是《唐人针灸典籍》。院士大人，仅此三穴行针，恐不足以引产。哦，王爷，你该不是想趁皇后之危邀功自赏吧？啊？嗯，回陛下，院士大人所说《唐人针灸典籍》，恐不足以全信。唐人做的经典都不可信，那还信什么？那就只有信王医官的了。难道在太后和陛下面前，你要语不惊人死不休了？你们嘀咕些什么？不敢。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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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家出去。陛下，针灸源于三皇五帝，伏羲昌百药而制九针，自《黄帝内经》有针灸记载以来，《灵枢经》为针灸学首次总结，战国扁鹊为之补充，近代医家黄甫谧确定穴位349，为针灸学二次总结，到了唐代以胃为大关，传至今日，怎么会有错？唐人对经络腧穴认识的相当紊乱，古谱流传至今，脱简从讹甚多，令平民受弊而摸书，庸于成物而不知啊。院士大人的针法直接传承唐代先人，王医官怀疑唐代典籍，就是在怀疑院士大人。你敢藐视院士大人？院士大人乃当今第一针也，是你这不成之徒藐视得了的吗？你们就事论事，别说其他的。你认为在哪下针好？回陛下，除了院士大人说的那三穴之外，臣以为还应在太冲、中脘、阴陵泉三穴下针。太冲、阴陵泉、中脘此三穴下针催产，老臣还闻所未闻呢。
皇后因眩晕耳鸣，故臣加赐太冲穴，饮食不进加中脘穴，便秒不利加阴陵泉穴。太冲、中脘、阴陵泉，你有何依据？啊，正身，王卫一，你有何依据啊？陛下，这是臣整理的《明堂经》，请陛下过目。最近发明的活字雕版印刷术，密密麻麻一片字迹，谁能分清你说的那三个穴位？而且这本书缺乏直观，一味论述学术，让朕难以决断。够了，救人如救火，尔等还在此引经据典，高谈阔论，现上轿，现扎耳朵眼。太后训诫的事由谁主意，请太后定夺。自然是天下第一针了，院士快进来诊治吧。臣遵旨。院士大人，千万忘记，不是三针，千万莫忘记呀、啊。多久啊？不出半个时辰，皇后必诞无子。半个时辰已过，怎么还没有动静？恐是深度不够，臣再次深一些。马上见效啊！入针几许？三寸。三寸。请问院士大人一共下了几针？三针呢？下针几许？刚刚说是三寸。三寸，这是要人性命啊！院士昏聩呀！我一会儿下针不可超过三寸，否则皇子的性命休矣啊！啊！如何呀？婴儿心跳一停，胎死腹中，如不立刻取出死婴，皇后性命也难保啊！什么？你个老匹夫，你误我皇孙！救活皇后有几成把握？臣什么把握不把握？死马当活马医就是了。王卫一，就按你刚才的方案下针。回陛下，刚才是为了给皇后催产。现在是要保皇后性命，病势已然不同，不能按刚才的方案下针。那你想，臣御赐皇后的催产双穴，就是在关元穴旁开三寸，刺针五分，再施以补法。啰嗦，快下针就是了。是。啊，宫缩了。快。让两位医官准备药汤。是，皇太医让两位去准备药汤，快！哎呀，这！哎呀，宫缩的更厉害了，这就完了？完了！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出血不多，皇后的命保住了。这个老苍头给我拉出去，斩了！是。太后，太后，太后息怒，按大宋律法，误诊罪不至死，
况且误诊之罪应交有司，后宫无权之罪。老身无权，好。除了他以外，把这几个废物统统给我撵出医官院，发配边疆。调开，调开呐！太后，这也不是我大宋之气度，瞧病嘛，哪有个个都瞧好的？太后，就饶了他们这一回吧。儿子都没了，你还要饶恕他们？我的慈悲皇帝，你真把自己当成菩萨不成吗？请太后饶恕院士大人及众太医，否则下官一人也撑不起偌大的翰林医官院呀。看在你的份上，你叫什么？啊，臣王唯一。好，就看在王唯一的份上，饶恕你们的罪，回去精研医术吧。多谢多谢太后，大人大人，多谢多谢，不用谢我，要谢就谢王唯一吧。多谢王医官。朕刚才没有听取相公的意见，后悔不迭，悔之晚矣。只怪臣整理的《明堂经》未能表述清楚。最近发明的活字和雕版印刷术为图书出版提供了诸多方便，但《明堂经》缺乏直观的穴位图解，令朕决策失误。臣死罪。针灸之法，性命所系，日用尤急。相公回去后，还要认真的总结和钻研，为民造福。是。相公喝茶。相公今日救了皇后一命，足以光宗耀祖，为何反倒愁眉不展啊？这明堂经若是能够图文并茂，陛下今天或许就会让我主意，那皇子也不至于。哎呀，相公，过虑了。所谓生死有命啊。哎，都是我的失误啊，也是翰林医官院针灸教学的失败。古代的经络图谱粗糙难辨，文字含混，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如此下去，岂不害人不浅？那就补画一些针灸穴位图进去就是了。夫人，人有大小高低不同，下针若都是这里两寸，那里三寸，倒也省事了。相公不图省事也就罢了，难道还要规范古今穴道？当今医学教学需要更加直观，更加规范。规范古今，甚好啊！好相公，有志气。那要如何规范呀？相公，你还瞎琢磨什么呢？不如明天跟我回趟娘家，拜拜华佗庵，让华佗老祖给你托个梦。去亳州。啊。这亳居亳韶，果然名不虚传呀。这亳州药都的名头是白给的吗？不错不错。
曹操当年修运兵道，观驾台，真乃大智慧啊。小哥，请问这是华佗医生传下的五禽戏吗？正是。都跪下。陛下临摹的好兰亭啊。朕百事不会，就好写写字。皇上虽百事不会，却只会做皇帝。只会做皇帝也是难得的境界。你是？皇上猜猜看。提个醒，奴婢姓张，皇上少时曾到奴婢曾祖家，跟奴婢捉过迷藏。姓张，曾祖父。哦，你是骁骑卫上将军张美的曾孙女，竟然出落得如此美丽。来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你们也起来吧。谢谢皇上。皇上好记性，见过皇上。这一心经所引华佗斟酒赐经，应该是华佗枕中酒赐经译文，然其所载穴道却……簪子真好看。然其所载穴道似乎以皇帝明堂经大不相同。敢问老先生，刚才您这取穴下针似乎与医书上大不相同啊。与医书上不同打什么紧，尽信书不如无书。还请赐教。医书上说这腕下两寸是这穴，可是换了孩子腕下两寸跑哪儿去了？所以老先生认穴不光要看尺寸，还要看比例。还没奔到家呀。比例与真人同比例，穴道标识清楚，便是一目了然。好，好啊。相公干嘛呢？走。走。哎呀，这亳州不愧是华佗故里。哎呀，不许此行，不许此行啊。身高几许啊？五尺八寸。好，标准的禁军啊。娘娘，今天的天气真好啊。是啊，多晒晒太阳对您的身体有好处。娘娘，你快看，皇上在那儿呢。到我了，到我了，到我了。快点，快点，皇后娘娘，快去呀！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爱卿平身。见陛下。新科进士大理评事包拯
劝谏陛下，陛下尚青春年少，不可过于亲近女色。大理平事，区区一个堂路书记员，如何知道陛下的私事？包拯所言不虚。前日张德庸却给朕进献了美女三名。小小大理平事，敢公然指责圣上，必定是背后有人指使。陛下，包拯是卑职属下，丞相职务包拯，大理侍臣范仲淹，那就是幕后主使。既然陛下已承认接纳美女三名，臣劝谏陛下，不得过于亲近女色。富庶人家尚有三妻四妾，皇上留下九位美人并不为之，况且这也是为了皇室后代着想。三名美女，朕甚是中意，就给朕留下吧。中意就是迷惑，臣今日觐见，就是恐怕陛下为女色所惑。岂有此理！皇上的私情家事也用得着大臣过问吗？行了，朕的家事就是国事。朕只留萧齐卫上将军曾孙女，可以吗？陛下圣明。张德庸，奴才在。两位美人各赏钱300贯，即刻送出宫去，回来报朕。奴才遵旨。我这头疼的宿疾，多亏了老院士你呀，这两年可好多了。举手之劳。张公公，刚才你意思是说，今后该仔细伺候这位新得宠的张美人了啊？咱家这可是冒着欺君犯上的罪名，给你提了个醒。可是。只要太后在，皇后就不会失势。老院士，可你已经在太后那儿失了势了，今后怎么办？你自己掂量吧。啊，多谢张公公。王文义，王文义，万圣公。来了来了，王相公，快，太后病了，特请相公诊治。快走快走。你看这小人得志的。太后的病是如何？回皇上，太后所患之疾名为消渴，得此病者尿甜如糖，乃富贵人独有之病，无药可治。臣回天乏术，只能维持。这太后老人家要是有什么不测，陛下儿媳可如何是好？站住！哭什么丧？小心惊了太后。太后今后。需进食一切甜腻之物，三餐以清淡，半饱足矣。再配以陈开的药方，短期之内应无性命之忧。要照你说的，这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飞天乏术，医者之耻。太后得的消渴乃是绝症，王文义即便是太后一党，此番恐怕也是回天无术了。当务之急是不能让王文义骑到老夫脖子上，让他蹬鼻子上脸呐。不错，不能让王文义站到脸了。院士大人。二位，
大人，人体经络穴道塑像草图已绘制完成，请大人过目。哈哈，经络穴道一目了然，拆合自如，机关巧算，那果真是大手笔啊！啊！嗯，这不对吧？啊，有何不对，请大人指正。这自古人体穴位是349个，这怎么多出5个？啊，经在下多年考证，人体穴道因为354个，多出了3个单穴，2个双穴，故此我。是吗？王相公可真是规范古今呐！啊，大人若对图纸没有异议，属下需请金铜2000斤。金铜2000斤？啊，不知王相公要这许多金铜何用？按照禁军的身高，铸造2座铜人。这金铜比重是人的7.8倍，故每座铜人需金铜1000斤。啊，1000斤金铜铸造2座铜人，所需可不菲啊。就是啊，王相公干嘛非要铸造铜人呢？刻个木头人不也一样吗？这木人不如铜人留得长久。木人是不如铜人留得长久，王相公莫非想流芳千古吗？啊？好大的野心呐！铸造铜人根本就是哗众取宠。大人，属下需请这金铜2000斤，望大人恩准。嗯，这多出的5个穴道，恐还未被世人认可嘛。你二位认得吗？啊，不承认的呀。不知道。在下铸造铜人，乃是为了医官院百年大计。不敢学某些人，不学无术，尸位素餐。你放肆！王唯一，你不要依仗着救过皇后一命，啊，就欺行霸市，不把人放在眼里。大人似更不应该因误诊皇后而记恨在下。你既是如此，这医官院呢，就容你不得了。你另谋高就吧。在下去留事小，大人今后不要再误人子弟，害人害己。你告辞。你去哪儿了呀？这是夫人。哎，找着了吗？这附近都找过了，都没有相公啊。这这么晚了，去哪儿了呀？夫人，相公，哎呀，相公，你去哪儿了呀？你喝酒了？谁把你灌成这样？来，我找他去。夫人，夫人，我正好与你有事相商。夫人，请。相公，请吧。从来不在外喝酒。哎，慢点，相公。夫人，请上座。臭死了，喝这么多酒。夫人，为夫无能，被那翰林医官院辞退了。辞退了？嗯。凭什么呀？铸造铜人需金铜2000斤，被那院士刁难拒绝。嗨，我当什么大事儿呢？相公，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你一身本事，到哪里不是吃饭啊？夫人，我还未说完。还有事儿啊？说吧。我为夫如今只能背水一战，不惜倾家荡产，我要自购金铜铸造铜人，请夫人海涵。2000斤金铜
需要费钱6000贯。不过中等之家的家当嘛，咱们还应付得起。夫人，还有那工匠用钱，楷模模具，还需费去1000贯。工钱和模具，足以变卖家产凑凑。相公不必说什么海涵，给你拿钥匙去。夫人，如若铸造失败，为夫我为世人耻笑不说，家徒四壁，今后如何营生啊？相公，铸造铜人功德无量，利在千秋，奴家不敢说深明大义，但这点道理还是懂的。夫人，请受我一拜。哎呦，得了得了，以后你少喝点酒就行了。起来吧。轻放轻放，一定要对准火眼啊！哎，松香，风口一定要对准啊！一定要对准。把那香炉拿上。哎，慢慢慢，夫人呀，这个就算了吧。如何了？可以下料了吗？我还不够，再等等。啊，好好。相公，喝点水。多谢夫人。王唯一忙什么呢？怎么好些日子不见了？太后好好的，见什么太医呀？我这病哪敢吃它呀？这些果子都是我自己挑选尝过的，香而不甜，不碍事儿的。这孩子越发知道孝顺了。是啊。太后。在冬至的时候，让皇上亲率百官在大殿给您磕头祝寿，太后这病自然就更见好了。那要看皇帝有没有这份孝心了。这在大殿磕头祝寿，只怕有违祖制啊。你看，我说什么了？皇帝大了，知识不动了。那好。儿臣依母后，冬至率百官在大殿给太后磕头祝寿。你看，谁说太后指使不动皇上了？皇上这不都答应了吗？有事启奏，无事退朝。陛下，臣听说冬至日，陛下要带百官在大殿上为太后庆寿，此事万万不可。可是朕已经答应了太后。陛下，在大殿为太后叩头，此乃蛮夷之礼，有损我大宋天子尊严。陛下已成人，何必将朝政大权交与年逾花甲的老太后一手处置？陛下，臣请太后即日撤帘罢政，将朝政交还陛下。
皇上，这是臣妾按古方炖制的，您趁热喝了吧。这大臣们鼓噪着要太后还政，皇上为何一言不发？这不是皇后操心的事。这宰相吕夷简身为首辅大臣，对还政之事也默不作声。当初宰相力主将朕的生母以皇后之礼下葬，平息了狸猫换太子的谣言，忠诚可嘉。吕夷简对太后一向阿谀奉承，眼下是见陛下您年长，这才见风使舵，手术两端的。吕夷简称病不来上朝了，他这是坐山观虎斗，脚踩两只船呢。这范仲淹和大臣们纷纷上奏，请求太后还政给皇上。哎，这朝中可乱了套。乱得好，就说我又病了，去把王唯一叫来。太后是想让他们跳出来表演够了，然后再来个快刀斩乱麻。太后高明，臣妾这就叫人去请王唯一。相公，相公，不好了！相公，怎么了？童龙出问题了。啊！怎么了？制作精度不够。血脉不通，难道这些都是废品？都怪官差小人们工艺不精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！这全没了！啊！都怪小人们工艺不精。哎，相公，就这些了，日后有了钱再补给你们。谢谢夫人，去吧。这几日皇后天天在太后那儿，皇上，还政大事你可要小心呀。难道皇后和太后还要加害于我不成？害倒不会，只是一旦还政，牵扯许多利害，太后和皇后又同属宗亲，这其中免不了利益瓜葛。骚蹄子，敢在背后嚼舌根！皇上，看我撕烂你的嘴！皇后住手！皇后住手！皇后不知礼让宽容，处处争风吃醋，是个皇后样子吗？皇上。皇后失礼，不足母仪天下。宰相要废除皇后。皇后虽有不是，可废后一事却有关清仪。我大宋立国以来，还从未废过皇后。废后之事，古亦有之。汉光武帝皇后，仅凭冤怼一事。便被废，何况今日皇后，她打伤了陛下呀。皇上，皇后身居宫中多年，一直没有子嗣，就凭这一点，也应该废了她。我大宋国立国以来，还从未有过废皇后的先例，这简直是反了！来人呐！哎，太后。太后，快速叫王唯一进宫。回皇后，王唯一因病已经辞官了。去找衣冠院的老匹夫，
把王文仪给我召回来。是。相公，你可算醒了。怎么是？这太后犯病，人家这才想起相公来。用人朝前，不用人朝后，天下岂有这等便宜事儿？相公进宫，老朽也好交差；硬不进宫，岂不是抗旨不尊呢？我这就去。相公，不能去啊！我家相公未铸铜人，被撵出衣冠院。这如今铜人没铸成，弄得家徒四壁，我们都快成乞丐了，还进宫做什么呀？皇命难违呀，夫人就看在老朽这把岁数上啊。除非大人补偿我家相公铸铜人的钱。哎呀，夫人，给我留点薄面好不好？哎呀，大人啊，这妇道人家受不得半点的委屈。您安心请回吧。既是如此，老夫这就回去凑钱，啊，好歹把夫人的亏空给补上就是了。果真如此，在下就多谢了，算在下借的。待铜人制造完毕，相公，你还要铸铜人啊？这不铸了，您走吧，这钱我们不要了，走吧。夫人，大人。哎呀，夫人。皇后无过，不可轻废。臣联名上奏，向陛下觐见。书又在纠缠了。你不是说清楚不许走，你还铸不出铜人？等我回来再说也不迟嘛，人命关天，何况是太后？我管他皇后太后呢，这家里都揭不开锅了。哎呀，夫人，你这是无理取闹了。当初夫人深明大义。说铸造铜人功德无量，利在千秋，怎好出尔反尔呢？谁出尔反尔了？我向来说话算话。你说要铸铜人，家里的钱都给你没？这铜人没铸成，我又说过你一句没？现在倒好，还要借钱铸铜人，铸什么铜人啊？这家就没法过了。你要是过，咱就砸锅散碟。下夫人低声，休要让人听到笑话。笑话？这家活都活不起了，我还怕人笑话？我就问你一句话。你还要不要我这个老婆了？自然是要的。那你还要铸不铸铜人了？自然也是要的。你又要老婆，又要铜人，你要谁？谁呀？谁呀？谁呀？夫人，撒手，撒手，撒手！疼疼疼疼！哎呀，夫人，我就是借钱铸造铜人，谁会借给我呀？方文义，住口！哎，我是哪里？哎呀，王相公，相公。还不为太后诊病啊？啊，大人，怎么又回来了？啊，相公铸造铜人不成，全部家当都搭进去了。老夫特来雪中送炭，啊，相公可继续铸造铜人了。多谢院士大人成全，大人真是雪中送炭呀。一千贯啊。大人要事先说好，这钱是奉送还是借款？要是借款，我们还不起。自然是拱手奉送了。啊，大人，真是恩同再造。可是现如今，钱贱铜贵，区区千贯，还需再借五千贯。还要借？那我们不要了。王相公何其迂腐啊！若用这钱去买青铜，那自然不够；如将这钱冶炼融化，则绰绰有余嘛。融钱铸铜，啊，一贯钱五斤二两，冶炼后呢，可得铜三斤。相公需精铜两千斤，只需融化七百贯足矣。果然是了。哎，咱们怎么没想到呢？是的，好了，事情解决了，太后还等着呢。啊，在下这就进宫。哎，哎呀，怎么还在这里跪着呢？丞相，微臣子的对待皇上皇后
就如同儿子对待父母。父母不和，理应劝其和解。丞相，为什么只顺从父亲，而不理母亲？衣冠王唯一，这货恐怕已经救起了太后。太后醒来的第一件事要做什么？诸位，已经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了，还在这里替古人担忧，笑话！诸位大臣的命运，却攥在一个小小的衣冠手里，没想到吧？哦，太后，你可醒了？参见太后。曹将军，去把范仲淹、包拯等胆敢要我还政之人，通通收监下狱。是。马将军，把皇帝给我软禁起来，不许出去。是。给我下去。王唯一呀，臣在。老身这病非你不能治啊，你可是老身的四命啊。不敢，臣只是尽了本分。说吧，当如何谢你呢？臣有一不情之请，望太后应允。还不情之请？说说看。臣斗胆请太后放过陛下和范仲淹等一干大臣。王唯一，万万没有想到你竟然也是他们一党。君子不党是臣恪守的本分，臣绝无意参与党争，只是……只是什么？陛下仁爱孝悌，亘古未见，臣至死不信陛下会让太后还政。皇帝是个好皇帝，只是耳根子太软。范仲淹这伙乱臣贼子，不仅要老身还政，而且还怂恿皇帝拒绝给老身在大殿叩头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造反，这是宫廷政变。臣是衣冠，不涉朝政，可臣也听说范仲淹等人是反对废除皇后的。范仲淹他们必是以为陛下在后宫为太后叩首，此为家礼，若在大殿为太后叩头，便是国礼。国礼，不知礼，无以立。君子者立人，小人者立事。这家礼国礼，自不应混淆。没想到，你一个小小的衣冠，竟还能说会道的。不是臣会说话。太后英明睿智，自有圣断。好了，下去吧。是。那陛下与范仲淹等，老身自有了断。大宋与历朝最大不同，便是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，朝政清明，从不擅上。下去吧。是。太后谕旨，贬范仲淹为河中府通判，即日离京，其他觐见大臣罚俸半年。哇，相公，你说院士大人想要成全，为什么不直接给金童？哎，非要给钱，让咱自己融钱铸铜啊？夫人啊，你这是贪心不足，得陇望蜀。太后在世一天，儿臣一天不敢当政，儿臣之心，天地可见。要不说，这皇帝还是好皇帝，就是叫范仲淹他们挑唆的。行了，起来吧。谢太后。
只要我不死，废皇后这事儿你就休想。还好有王唯一在，老身这三年两载还死不了。左边，左边！哎，快快快快快，快把这些煤炭送到那边啊！范大人，您虽然被贬出出京，却为天下读书人做了典范，故此极为光耀。保重。欢迎相公。丞相。皇上好谕，相公安心去河州府事儿，不日定当接相公回京正运。臣谢陛下知遇之恩。前次失败皆因这桶纯度过低，无法萃取再用，好歹就看这回。恭喜太后，近来好多了。啊，这还不都是你的功劳？来，拿着。多谢太后赏赐。吃吧。太后赏赐，臣不敢独享，臣要带回家与内人共享。难为你还有这份心思。哎，杭州的时段。王相公，王相公，院士大人，请您少叙，请进，请。哎，行行行，来来吧，来吧，来来来来来，请进。多谢院士大人。太后此番这病，相公治不了。治不了，太后已经大好了。因为太后得的是心病。心病，陛下早已成人，可太后还一味把持朝政，王相公以为这合理吗？在下只是一介医官，不懂朝政的。不懂朝政，做不了好医官呐。正所谓最毒妇人心，想当年太后为了争夺皇后之位，活生生将陛下生母李氏逼死。王相公应该知道太后手段了吧？若太后借你之手延年益寿，陛下必亲政无望，范仲淹等大臣必将人头落地，无数鲜血必将染红宫廷内外。大人，说这些可怕之事，究竟是何意呀？宫禁险恶，王相公身为太后御医，掌握了多少太后不为人知的丑陋内幕，一旦太后得手，王相公你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。大人是要在下神不知鬼不觉。大人，不不不，这是要灭族的大罪，在下从不参与党争。王相公果真是个呆子，如今你答应了是党争，不答应也是党争。在下何时参与过党争？在下又参与过哪一党啊？相公不是拿过老夫千贯铜钱吗？那大人，那千贯铜钱不是收买在下的？别说的那么难听，是交易。如今我大宋上下哪个不做生意？在下心中只是一门心思的铸造铜人而已。这可是
诛灭九族的大罪啊！正所谓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大人，君子不当，是在下恪守的本分。正所谓妙手仁心呀，没有人心，何来的妙手啊？在下告辞了。我相公，大人这……相公，你这半夜三更不睡觉，还转圈拉什么磨呀？夫人。哎呦，什么事儿？别想瞒着我，快说。前次院士大人那千贯铜钱，算是借的，要还的。不是当面红口白牙说是拱手奉送吗？怎么又要还啊？要还，必须要还。那拿什么还？就算把房子卖了，咱们夫妻俩住到露天地儿去，那也还不起呀！嗨，哎呀，夫人莫急啊。待明日咱把那铜人铸好，献给陛下，陛下自然会有赏赐，到时候自然就可以还了。要是明日铜人铸不成呢？你，我呸呸呸！我这乌鸦嘴巴。怎么了？又失败了？咱们不是请了新的师傅了吗？千帆，工匠工艺不精，此次精铜纯度不足啊。相公，这铜人不是咱能铸成的，你这回死心了吧？就为这破铜人，把家里倒腾精光，又落下千贯的破天饥荒，这钱可怎么还呢？夫人，夫什么人啊？这日子没法过了，没法过。夫人这是要去哪里？我回娘家，休了你！普天之下只听说过夫君休妻的，这大人哪里会给休啊？啊！夫人，你可敢当真的？这让人耻笑啊！也好，免得再受牵连。谁是王唯一？在下便是。给我拿下！来，非法毁坏铜钱，私铸铜器，跟我走。走。我所做之事，必在千秋，功德无量，而他怎会理解呢？有什么冤屈都写出来。Thank you.
王文一，有人来看你了。啊，大人稍等，稍等，稍等。夫人，相公，相公，你受委屈。夫人，不必难过，为父我又找出了两个穴位。呆子，你就知道穴位，你被院士坑了。 雪中送炭，说的好听。哪有什么雪中送炭呀？只有锦上添花，没有雪中送炭。相公，你好歹在哀其日，待我救你出去。夫人，你如何救我呀？ 说呢？是啊，娘娘，今儿个天真好，哇，你看这个花，好漂亮啊，好香啊！你都快要生了，以后走路要小心点。依皇上看，是生男还是生女呢？只要你们母子平安，男女我都可以。都皇上的福，我一定给您生个大胖小子。我想还是把王文一招入宫吧。 有他在身边，这还放心些？嗯，有日子没见他了。王文一最近干嘛呢？王文一因融会同钱，私铸铜器而入狱，其夫人敲灯闻鼓，为其鸣冤，刑部正审着呢。有这事儿啊？宣他入宫。是。 诊完了，皇上，您读入迷了。王太医已经给臣妾诊了小半个时辰了。来，别喝酒。恭喜陛下，娘娘一切安好。朕这就放心了。王文义，臣子，这部《铜人术穴针灸图经》写得好，不仅统一了针灸术家之学。 而且规范了针灸图经，真可谓图形完整，内容丰富。都是图文并茂，可究竟怎么个好法？王相公，你来给讲讲。臣在此书的上卷论述了心、肝、脾、肺等十四经的经络循环、主治及穴位，在中下卷，按照头、颈、躯、干。 四肢的顺次，详述每一经穴。太好了，这本书流传出去啊，从此天下的医生都可以按图索骥了。臣这部书并不是让人按图索骥的。哦，那是？这部书不过是图解而已，是臣为了臣的针灸同仁做注解用的。针灸同仁？对。 针灸铜人才是让人按图索骥的，臣为此不惜倾家荡产，呕心沥血，制作针灸铜人。那铜人呢？因为精通不纯，工艺不精，制作了两次，都未能成功。制作这等有价值的针灸铜人。
还需要个人出资吗？为何不让翰林医官院出资铸造呢？那你为什么现在才跟朕说？去年党争之乱，朝野震动，臣岂敢再劳陛下费心？说到党争，相公有没有受到陷害？臣不过一介医官。那为什么院士平白无故的送你千贯铜钱？他明知道撕毁铜钱、撕铸铜器是朝廷明令禁止的，他为什么还怂恿你这么做？不必害怕，事实真相究竟如何，都一一告诉皇上，皇上给你做主。是啊，快说。臣并未看到什么事实真相，臣的眼里只有针灸同仁。古今训诂之精，学者风之多师，传心求会目，助词不如安心。王唯一，臣在。朕命你到左当库支取足额精铜，再到大内少佐监挑选能工巧匠，听你统一部署制作针灸铜人。谢陛下赏赐。起来，你不用谢朕，朕要替天下人谢你。臣不敢，而且朕不是赏赐。不是赏赐，朕要你为我大宋御制针灸铜。御制铜人，臣领旨。距家才几步远，为何非要搬去住啊？此次乃御制铜人，为父我更应处处留心啊。那也不必跟那些阿杂匠人同住。哎，陛下对我如此信任，我自当应与那些工匠们同食同宿，方能回报陛下恩典。你这呆子就是使者。我就不信他能够弄成，我看也难。我祖一定要法治啊，不能有法治，一会儿抱进去不能有法治啊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搅拌一定要均匀啊，风箱还要加速，快。哎呀，稍等稍等，搅拌要均匀，快快快！何事？陛下，哎，平身平身。进展得如何呀？回陛下，进展一切顺利。嗯，继续吧。是。安装是，叫太医，叫院士。皇上，郑王为你给臣妾接生。快去叫王唯一，快去啊！是。
江夜是否溢出啊？没有。一个穴位都未曾溢出？一个都没有。陛下，请安太医进宫为贵妃诊治。安太医，安太医，张贵妃难产，陛下请安太医进宫为贵妃诊治。好，我这就去。那同仁怎么办？毁掉，重铸。快！贵妃怎么样了？本回陛下，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婴儿在腹中抓住脐带，导致难产。果然不出院士大人所料，婴儿抓住脐带导致难产，院士大人早已确诊明白，关键是如何治疗。此症十分罕见，这……陛下。臣等投鼠忌器，也无法用药。这可如何是好？岳石、王唯一，你们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陛下，臣请用针刺婴儿合谷穴。针刺婴儿？你再说一遍。臣斗胆，请用银针刺破娘娘肚皮及胎盘，再刺婴儿合谷穴，使其腹痛撒手。真是荒唐。隔着肚皮又隔着胎盘，如何能准确刺到婴儿的虎口？手刺婴儿虎口，这如果万一差那么一点点儿，这贵妃和皇子不可预料啊！不可预料啊！陛下，使婴儿腹痛撒手，方能顺产。眼前只有这一个法子了。王唯一，那你就……哎，就按王唯一的说法。让天下第一针行针。这太后是让老朽。不错，你不是被誉为天下第一针吗？这一针你要是不扎，谁还敢扎呀？嗯，万万不可呀，大人，万一有个闪失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太后，老臣深知陛下此次艰难。前面几位皇子、公主相继夭折，张贵妃又是陛下，不是老匹夫，你想说什么？太后，老臣以为王唯一治疗方案纯粹是胆大妄为、草菅人命啊！老匹夫，你是不愿为贵妃下针啊？不，老臣不是不愿，是不敢，不敢。王唯一，臣在。朕命你为贵妃下针，朕是皇帝，王唯一，你想抗旨不成？臣不敢，还不快去！遵旨。
喜太后陛下，贵妃娘娘诞下皇子，母子平安。王唯一，朕要重重的赏赐你。慢着，我要检验一下婴儿虎口的真哑。对对对，快把孩子抱出来。不愧是神医呀！太后，过赞了。王大人，天下第一针呐！老夫承认，针灸铜人的设计与铸造，乃医学史上一大创举，只是不知功效如何啊？啊，稍后便知。啊，巫医乳根二穴。印堂承浆二穴。曲池穴。合谷穴。太后，陛下，这穴位中充满浆液，外封黄蜡，这样既可以防止浆液溢出，又可以将铜人身上的经络穴位完全遮盖。考生若认穴准确，下针后浆液自然会流出；若稍有差错，针便无法刺入。还有，这胸腔内刻有五脏六腑，对应着外面的各个穴位，其构思之巧，令人叹为观止，真乃登峰造极之作呀！大人，谬赞。传旨，将铜人数穴针灸途经，作为匡庙政务的官修针灸典籍，立刻颁行全国，预编途经。刻在石碑上，载入史册，永传后世。至于两座铜人，一座放在医官院，供学习参考；另一座嘛，就放在大相国寺，供天下百姓参观瞻仰。遵旨，陛下。王唯一统一经学，为针灸做了最好的一次总结。他。才是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针。对，王唯一，朕就封你为天下第一针。谢陛下。龙凤主，交光兴叹，贵举使鳌山。夫人，吃汤圆。嗯，皇上驾到。今日元宵佳节，朕与民同乐，都平身吧。谢万岁。王相公，包大人。王相公铸针灸铜人，既成就千秋功业，也是我大宋百姓之福啊！哎，若不是天子圣明，盛世清平，区区一个王唯一，又能有何作为呀？向小色，多人未散，一万顷商户鳌遍。愿岁岁天葬礼，长张凤年。哟，两位大人，柳兄，王大人，包大人。柳兄，去年陛下让你且去填词，
似柳兄这般放浪不羁之人，非但不计前嫌，还盼望年年都能展扬陛下风采，真是天下奇闻呐！能让我刘勇心悦诚服、大唱赞歌的皇帝，除了当今的圣上，如今还有第二个吗？二位大人，告辞。告辞，告辞。告辞。王维一对宋代以前针灸学成就进行了系统总结，对宋代及后世针灸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，尤其是他铸造的针灸铜人，对针灸学教学的形象化与直观化，开创了针灸学的数学考试进行实际操作的先河。233年后，元世祖忽必烈广招各国技师，毕四年之力，方将宋天圣针灸铜人修复如新。明代宗室蒙古瓦剌骚扰北京，历经400多年的宋天圣针灸铜人在战乱中被毁伤头部，直到清顺治时才被修好，此后竟不知所踪。